我们呢是觉得他这样做呢不太公平，不太合适。但是呢，你又不能不让他检测，只有检测了，我们有兴奋剂问题才能证明我是清白的。所以我们对他这种做法怀有不满的这个想法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配合 WADA 该检测检测，检测完了之后我们没有问题，才证明了我们的清白。但是我们希望以后你检测大家都要公平。你检测我多少次，你也应该检测别人多少次。我们已经跟 WADA 也提出了这个问题，WADA 呢也是有很多的压力，他也不满某些国家一些做法。这个并不是 WADA 提出的，是某些国家在后边给 WADA 施加压力。那 WADA 说你还得检，你不检不能证明你清白。那么我们还是配合他们，但是我们对这种做法并不满意。